各位法师，各位在家菩萨，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放掌，把腿再放松。可那个，假如感觉到后边有点凉啊，可以把那个毛巾被披起来，要把那毛巾呢披起来，不要着凉啊。今天呢是我们第四天，佛期第四天呢，大家念力都很好，大多数已经得到要领了，看出来大家欢喜啊。还有少数啊没相应的，不要紧，不要灰心呐、啊，一直往前。往前继续努力啊，修行就是跟自己在拔河，一定要战胜自己，战胜自己这个惰性。这个事情啊，往往到了让我没有办法了，结果成功。所以山穷水尽疑无路啊，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啊。越是到最后越折磨的时候啊，要咬紧牙关，能够挺得住，那成功是大的。宝剑越磨越利，梅花越含越香。所以大家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灰心，坚持下去。我这个成功是在最后最大，大器晚成，这一点大家我们共同勉励呀、啊，不可能。一帆风顺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呀，不可能的呀，都是千千万万的挫折磨难你呀，到最后你顶得住，成功了，就是这样子。我们大家共同勉励啊，还有最后还有三天呢、啊，好好念佛。这个今天呢，继续讲这个，就是昨天的。大概可能没有人带来啊，没带来没有关系，带来就看到，没有带来就听到就好了，没有关系。这个是我极力把那个佛经祖语啊集合起来的。实际上来讲，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是我一点呢老婆心切呀、啊，对大家一点供养，感觉我自己的小小一点心得来供养大家而已。大家看这个啊。念佛法门最尊最圣，师尊亲宣诸佛正称。念佛法门呢是最尊贵最殊胜的，释迦牟尼佛亲口宣说的，精通五人说，五种人可以说经，只要佛认可了以后都是佛经，但是其中有一个就是佛亲自说的。那么我们这个净土的经典通通是佛亲自说的。佛说无量寿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佛说阿弥陀经，净土三经通通是佛说的。尤其最难得的这个阿弥陀经啊，全部是佛说的，没有一个字是别人说的，没有。虽然舍利弗尊者是当机啊，但是世尊问他，他没答复一个字，都是世尊自问自答的。为什么呢？舍利弗尊者是智慧第一啊，智慧第一，对净土法门也不能完全了解，没办法。因为净土法门呢、啊、这个偶益大师在那个弥陀要解里讲啊，净土法门是诸佛的境界，为佛遇佛乃能究竟，等觉菩萨犹有未知。只有诸佛才能够了解这个的道理，等觉菩萨还有点不知道。我们在无量寿经里头啊，那个弥勒菩萨有些问题就问世尊，那就弥勒菩萨是等觉菩萨吗？他等觉菩萨还不知道，还要问世尊。所以我们呢，修这个净土法门呢，应该欢喜啊啊，最尊最圣啊，世尊亲自说的，诸佛正成。六方诸佛，阿弥陀经上讲六方诸佛，那个玄奘大师的译本呢，十方诸佛，还加上四个角，啊，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再加上东西南北上下六方，一共是十方。十方诸佛同处广场舌相啊，来赞叹这部经啊。
所以这部经啊，是我们能够闻到有福报啊，没有福报的人闻不到啊。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无量寿经，世尊这样讲的。多有菩萨，很多菩萨呀，想闻到闻不到。那我们想，那菩萨闻法还闻不到吗？靠因缘，佛法就是一个缘字，你有缘就能闻到，没有缘闻不到。你看这智者大师，我们天台宗开宗的智者大师啊，他老人家号称东土小释迦，他是再来的菩萨呀，他就知道西天有一部《楞严经》，和他讲的那个三智三观呐，道理相通的。但是这部经没到中国，他就在那个天台山那个地方啊，在一个大石头上天天拜，向着西方拜，希望这一部经啊早点到中国来，他能够看一看。他老人家拜了啊，这一生。到最后，他圆寂，竟也没来。所以可见呢，这个闻法要有缘，没有缘是不行的。那我们现在能够闻到这个法门，又相信，又来修，这个福报大了。我不是故意这样说的呀，我们自己想一想看呐。那我那天讲了，有9难，9个难都能通过，我们能够来修这个法门。这个就是我们过去的福德、善根、因缘、殊胜，跟阿弥陀佛结的缘深，不然闻不到的，闻到了也不相信。那这部这个念佛法门呢，圆顿了义，最极方便，心做心事，念佛成佛。圆是圆满，顿是快速，了义究竟彻底，是这个我们这个念佛法门是缘熟缘酬一切法门。怎么叫缘熟呢？你任何法门你都是要成佛，大乘的法门就是要成佛的。那我这个我念佛法门直接成佛，不经过那些个修因再证果，不是这样子的。所以缘熟一切法门，缘酬一切法门。超越一切法门，一切法门都是因果法，靠自力的修因，修因圆满了，然后正果。念佛法门不是，这一念就是因，因就是果，就是果。所以古德讲啊，以果地觉作为因地心，佛果地位的觉悟的功德，作为我们凡夫在因地修行下手的功夫。所以这个法门呢。是圆顿快速成佛，顿是快速啊，直截了当的成佛。在一般法门呢，叫三大阿僧祇劫，不是从现在开始啊，要进入正定聚啊，正定聚十住十行十回向，一个到阿僧祇劫，然后那个初地见道，然后到第八地，一个到阿僧祇劫，第八地到成佛，一个到阿僧祇劫。一共3大阿僧祇劫，我们这个不是，不经过那么多的程序，直接从人道，待业往生极乐世界，一句弥陀正三不退，只此一生遍布佛位，从人道直接到极乐世界去了，待业的凡夫，等只补佛位，直接补到你将来就成佛了，在极乐世界上，所以这个法门呢，是殊胜的呀。最极方便，又很方便。不要求人，不要费力，不要花钱，也不要什么场地，什么东西都不要，只要你发心啊，能够相信，能够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念佛就可以了，最方便的，任何人都可以念的，6个字万德洪名，你就念吧。心做心事，在理论上来讲啊，其实还是很深的。是心做佛，是心是佛，这句话是在《观无量寿佛经》里边世尊说的。说我们念佛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心就是32相80种好，就是佛。诸佛正遍知海，从众生的心想生，诸佛的正遍知海，就诸佛的圆满智慧呀。
从众生的凡夫的众生的那个心里头啊生出来的。所以，因此我们就用这个心来做佛。做佛是什么？修行，修我们这个本具的佛性。最后呢，是心是佛，到最后修修修啊，把这个心上那些个杂染统统弄干净了，大放光明，变成大圆净智，成佛了。是心是佛，这个心就是佛，不假外求的，就在我们自己这个内心里边。说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作是修，是是本具的佛性。念佛成佛，念佛就成佛，念念念佛，念念成佛，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那么什么叫相应呢？就是说没有妄想，很简单的事情。这个妄想在哪里头呢？就是我们不好好念呐，想别的事情就不相应了。你不想别的，就这念念下去，就是念佛法门，就是一个自觉。就是个念，念下去，念念相应，念念是佛。所以藕益大师讲啊，一日相应，一日佛，一天相应，这一天我就是佛，这一天没妄想，这一天念佛，这一天你就是佛。我们在这七天当中，这里有的菩萨也可能啊，七日相应，七日佛呀，有可能的。这里头有很多老修行啊，这个就这么容易，你看这个是殊胜的呀，殊胜的法门呢。三根普被凡圣全收，上中下三根，上根的等觉菩萨也没有超过这个范围，他也有往生极乐世界，还是修念佛法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些个大菩萨都在往生极乐世界。弥勒菩萨呀，他虽然在多岁天，他也在极乐世界。你看那个，不像郝永平人讲啊，你念佛到了往生极乐世界以后，到了就看到弥勒菩萨了。弥勒菩萨在极乐世界呀，所以上根等觉菩萨也往生极乐世界，下根地狱的众生、畜生道的众生，你也能往生。你看这个。整个的这个全程啊，涵盖的全程啊，全部的众生、法界的众生，统统在这里等觉以下、地狱以上的六道众生，统统可以接引往生极乐世界，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呀、啊！三根普被凡圣全收，凡夫圣人一起往生极乐世界，救入还家，一生成就，就着原来这个路。你就回去了，回到极乐世界去，一生就成就了。人家要搞三大阿僧祇劫，我们只要一生，这一生就成就了。所以啊，我们仔细的、你要拿那个三大阿僧祇劫呀、要那个用那个电脑来算一算呐、那个不得了，那个数字啊，那个大的呀、天文数字比那个我们佛教的数字那小得很呢，不能比呀、所以我们实实在在的有福报啊，有福报能够遇到这个法门，相信这个法门，修这个法门，毫不怀疑的。你看这个福报多大呀！一念就灭80亿劫生死重罪，《观无量寿佛经》那个下品下生的十恶五逆的，这个在《无量寿经》里，阿弥陀佛发了个愿，是18愿。若有众生欲生我国，至心信要，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但他下面有一句但书，有一句：未除忤逆，毁谤正法。这两种人不行，忤逆罪，毁谤正法，不能去。但是到观经的时候啊，忤逆罪也去了。那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他念佛，念念灭80亿劫生死重罪，把那个逆罪灭掉了。所以我们平时不能毁谤大乘啊，毁谤大乘到时候你不相信呢、遇到这个法门你不相信，就不能往生了，就那个罪灭不掉了，就不能念了。所以那个十恶五逆的临终，他能够马上赶快念佛，把那罪就灭掉了。他能念，就是因为他相信，不相信他绝对不会念的。
救路患家，一生成就了。发菩提心，修信愿行，一门深入，水到渠成。要发菩提心，菩提心呢，就是那个四弘誓愿。那个四弘誓愿呢，啊，就是根据佛所说的苦集灭道四圣地菩萨发的这个四弘誓愿。因此，我们想要离开娑婆世界，与那个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这两个弘誓是相应的。那我们想求生极乐世界呢，与那个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与这两个弘誓相应。所以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修净土法门，是大乘圆顿了义的经典呢。发菩提心，修信愿行，要相信啊，要相信。昨天讲过了，要相信呢，这个信心很重要。你没有信心，一切法修不成的。佛法大海，信为能入啊。信为道愿功德目，长养一切诸善根。信能必到如来地，要相信。你相信就行了。等下边我们还要讲愿，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你光念佛不发愿呢，那不行。为什么？与阿弥陀佛那个愿呢不相应，阿弥陀佛要把你接去到极乐世界，有那么一个殊胜的环境让你去成佛，那你不想去，你光念佛呀，这个也有功德，但是变成了一种三界内的有漏的功德。你想人天福报吗？那个不是我们的学佛的目的呀。因此你要发愿，发愿了以后啊，极乐世界那个七宝池里面就有一个莲宝长出来了，越念那个莲宝越大，最后开了，开了那个等你临终的时候，那个观世音菩萨或者大势至菩萨拿着莲花来跟着阿弥陀佛来接你去了，就是这样子的。修信愿行，行就是念，就是念念持名念佛，也不要修观想，啊，本来这念佛有四种啊：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实相念佛就是念我这个我自己本身有具备的佛性，既然跟诸佛一样，那我就念我自己这个本具的佛性。禅宗就是修这个，佛是佛心，是什么？无念的真心。因此呢，禅宗他就你不起念头，那禅宗都说无，你问什么他都是无，都无，都没有，没有念头，那这就是修的什么呢？无住生心。那么我们现在是修这个念佛法门，是持名念佛的，根据《阿弥陀经》来修的。这个持名啊，就只是阿弥陀佛的圣号，就这样念下去。那么还有一个呢，是观想念佛，照十六观经来修的，修那个十六妙观。前面十三观是修极乐世界的正报、依报。正报的是佛菩萨，依报的就是那极乐世界的那种环境，就是这样观想，观成了也可以往生。但是在唐朝以后，二祖善导大师呢，就不主张修观想了。他说观想难以修成的，观境非常细，我们一般的末法的众生的心粗，观不成啊，观不成，结果白费力气。因此呢，就要我们持名念佛。所以历代祖师都是相传的，就是把那个《阿弥陀经》列为晚课，来持名念佛。你看《禅门日诵》里头，大家你看的那个《禅门日诵》啊，他那里头晚课是阿弥陀经的，禅宗的百丈禅师里头啊，定清规中间有一条，修行以念佛为稳当。我看到这里我很感动，我是了不起祖师，没有门户之见，他是禅宗的，他说修行以念佛为稳当。你看这禅宗的祖师，他有这种胸量呢。其实我们那些个祖师们呢，从初祖开始下来，除了我们印光大师他老人家没有修过禅宗以外呀，其他的祖师都是修禅宗开悟了以后他再来念佛的。为什么要这样的呢？他辛辛苦苦搞了很久，发现呢这个六字红名
太好了嘛，何必费这么多的劲呢？因此，他回过头来，禅宗舍掉了，专门来念阿弥陀佛，弘扬阿弥陀佛。六祖就是永明延寿大师，他是禅宗的祖师，他不要了，他来念佛。他说一个偈字啊，有禅有净土，这样是最好的啊。那么犹如待劫火，你又能禅宗啊，明心见性，又能修净土，证得理一心不乱，犹如待劫火，就像那个老虎头上还长了角，这个老虎就很厉害了，牙齿很厉害，头上还有两个角，那更厉害了，犹如待劫火。现世为人师，来生做佛祖，现世啊就可以做人，做人天师范呢，来生一定成佛做主的，这是。有禅有净土了，有禅无净土，光有禅宗没有净土宗，十人九错路，十个人九个人走错路了。后来的祖师讲啊，十个人保险有十一个人错了，为什么？他师父也错了，他是这样说的。这个说的这个祖师啊，当然他说这个比较是。深刻的一点，我想祖师们讲话不是随便说的，还是有他的着眼点呢。十人九错路，因境若现前，宗银身的境界现前的时候，撇耳随他去，眼光一转就受伤了嘛。所以那个爱见烦恼，你丝毫没有断，一定受伤的。我们的生命怎么来的呢？就是从那个贪爱来的。父母在一起的时候，你一看心一动受伤。受伤了以后，那开始生死轮回了，没有办法了。十人九错路啊，因境又现前，撇耳随他去，眼睛一看，就受伤了。受伤了以后啊，有生，那就有死了，生死轮回也没完没了啊，生死疲劳啊，真是生死疲劳啊。啊，生完了死，死完了又生，生死死生，生死死生，疲劳。生死疲劳从哪里起来的？从贪欲起来的。下边一个呢，就是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没有禅，光修净土，万修万人去，一万个人修行，一万个人去了，只要你看见阿弥陀佛，你害怕不开悟吗？害怕不明心见性吗？啊，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最后一个，无禅无净土，也不修禅宗，也不修净土宗，不修行的人呢，那就造恶业了。铁床并铜柱啊，铜床铁柱，地狱里头啊，万劫与千生，每一个人一户，万劫千生的生死流转，他不修行，那一户谁呀？那就是生死轮回没完没了了。这个是永明延寿大师他说的这个禅境四要件，在我们修行这个信愿行啊，要一门深入，随道取证，一门到底。大家发愿，昨天晚上印光大师那个法语里讲啊，发大菩提，生真信愿，毕生坚持为佛是念，念即情亡，即念无念，禅教妙义彻底显现。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这我们祖师说的这些法呀，真是啊，我们要能够体会到，照着这样做呀，绝对今生成就的呀，绝对今生成就的。那一门深入，水到渠成，你不要着急。一般人讲念佛这么久，还是没得到一心不乱呢，哪有那么快一心不乱？你生死流转造了多少恶业呀？都是那些个恶业的种子在那里起来呀，一个一个的。所以你这个心就烂了，心就是烂了，心要烂了以后，就是拿这句阿弥陀佛，不要它烂。你看这么好的法宝，你把它忘掉了，光想那个烂，那不是跟自己过不去了吗？不想那个烂，我光念佛就好了呢。啊，一门深入，水到渠成，水到了以后，那河渠自然成功了。你不要着急。一般人不能着急，不能操之过急，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你要想快，想快反倒慢的。我也不求快，但是我也不懈怠，一直下去。
一直下去念呢，很快就念到一心不乱了。我们这些个菩萨们，将来你们回家里把时间好好安排一下，念呢。啊，下一个佛期的时候，这里头我希望能有些个人证得一心不乱的了。下边啊，这个是正知放松专注清明心念口诵字字谛听，一句不乱，无杂无间，一心不乱，自然现前。这几句呀、啊，是我这是一点小小的心得，来供养各位做参考的。嗯，你要正知放松，身体一定做正知，歪不行，左右歪呀。我们这个脊椎骨啊，身上所有各器官的神经根都在这上。你不能歪，弯也不行。为什么？一弯了以后啊，那个它那脊椎骨不是一个柱子，不是，它是一节一节的。你弯了后压到某一个神经，一开始感觉不出来，等你发现了以后来不及了。所以一开始做的时候就不能歪，不能左右歪，也不能前后弯，要正要直，还要放松，把身体肌肉要放松。放松一直放到脚底下去，你要在这个绕佛的时候，重心在脚底下，一步一步的正直放松。打坐的坐的时候啊，重心在臀部以下，在腿上。你坐的时候腿上感觉发热，很舒服，那就对了。你腰一定要放松，一般人呢腰放不松，腰不放松那腿痛，因为什么？腰不放松那紧张啊，紧张那个血管收缩，那个血液过不去。过不去就痛，痛就是不通。在中医讲，有痛就是不通，气血不通。你放松，放松就过去了。要放松，正知放松，调身。然后呢，专注清明，专心注意地念每一声佛号，念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了了，这个重要。每一声佛号都要这样子。心念口诵字字谛听，心里念，心口相应，嘴巴念出来，字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的，谛听，仔细的听，一句不乱，无杂无间，我就要一句不乱，大家记住，就是我就把握住这一句，管你绕七日，绕二日，绕三日，我都不管，就把住这一句，一句不乱呢，好把握。我们每个人一开始念一句，这一句准不烂，下面你再来继续的保持不烂的，慢慢就一心不烂了，无杂，没有夹杂，没有间断，然后啊，一心不烂自然现前。你不要去求那个一心不烂，你求以后要求就是个妄念，不求自然现前，它自然现前。念及勤王纪念理念，这两句话呀，是印光大师的。念及勤王，念念念的这个分别心没有了，情是情识啊，这个分别心没有了，纪念离念这个念头就没有念了，就无念了。佛是无念的啊、哦，真心是无念的。我们有这个念的心是生灭心，是妄心，不是真心。因此呢，念念念念念到极点的时候啊。那个分别心停止了，就是那个生灭灭已寂灭现前，那个时候啊，真心现前了，就没有念头了，没有念头是真心，有念头不是真心，是妄心。十本合一，心空佛现。十本，十觉和本觉，本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本具的佛性。十觉就是念的声阿弥陀佛，我就开始念，就是十觉。我本具的佛性就是我们这个阿弥陀佛的佛性，跟我们的佛性一样的。我们本具的佛性是本觉，你这样念念念念到最后以后啊，修得圆满，性德圆彰，合而为一。十本合一，十觉本觉合而为一，心空佛现，你这个心里烦恼没有了，都空了。佛性显现，这个佛性也是阿弥陀佛，就看见阿弥陀佛了。这个时候就是印光大师讲的禅教妙义彻底显现了。这个时候就是跟禅宗的明心见性
和教下那个大开圆觉，通通现前。这个时候好了，所作一半了。在此临终猛佛接引，只等上品证无生人。这几句话也是印光大师的。这个时候你就等得好了，你就所作一半了，成就了嘛，睡觉可以了。这个时候不一定要参加佛七了，因为你已经得到证得了这个星空佛现了，可以了。这个等到嘛，等到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来接你的了。接了以后，直登上品，直接登上品上升，证无生人。证无生人呢，第八地，第八地是任运自在的第八地的菩萨呀。我们照着那个观经，那个十六观经，那个上品上升是第九地以上的了。所以我们的念佛法门，你看就六个字，一生可以证到第八地以上的菩萨。在一般法门没有，要经过两个大二乘七劫呀。那我们这一生就能成就。然后不闻安养，回入娑婆，不离开极乐世界。安养是极乐世界呀，因为我往生极乐世界以后啊，就有一生身的这个化身就出来了。你可以千百亿化身到十方世界度众生啊。我们回到娑婆世界来，这是我们的家乡啊。回到这里来，普度有情，同生极乐，度一切的有情，一起往生极乐世界。最后，印光大师那个法语，有一秘诀，恳切显告，结成尽境，妙妙妙妙，重要，成到极点，静到极点。你看，我们印光大师给那个西方三圣啊，他做了副对联，他说：“念佛方能消宿业，结成自能转凡心。”就是这么一个，念佛要成到极点，有一点夹杂都不行，有一点夹杂就不是真心了，不是真心，那功德就不圆满了。我们这个真心现前的时候啊，你想什么就是什么，真是这样子的。你像我们看了那个，我看了那个二十四孝里头啊，那个有很多的那种境界，不是我们一般人想象的境界。一般人有时候他不了解这个真心和妄心的区别呀，他认为那个二十四孝那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不是不可能的，可能的。你心没有到了那个真心的境界，你到了真心境界，有可能的。我讲那个王祥啊，卧冰啊，那就是真心呢、啊。我把这个冰，要不他开，他把衣服脱光了躺下去，那冰马上开，跳出两条鱼出来，马上拿回来给他妈吃。他妈妈还要吃这个黄巧，有那个黄色的那种巧，不是那个麻雀吃，想吃那个肉。他这怎么办呢？他就想了，也就在那哭啊，哭，有很多那个黄巧就飞到他的帐子里头来，他就把那黄巧抓起来给他妈妈吃。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讲啊，心能转物即如来，心怎么能转物？那真心往心不动的时候就能转物了。所以我们结成尽境，成到极点，境到极点，成者。就是实实在在呀，无往啊，叫做成啊。静就是没有懈怠，没有放逸，不能够马马虎虎的，不行。现在我们末法众生啊，做事情都是马马虎虎的，因此呢，做什么事情，你说他做了吗？他马马虎虎的，随随便便的。你说他没做，他又在做，因此功德不圆满。所以要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一做要做到底。有夫行，行之夫笃，夫错也。要做到笃行，要这样子。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有这种精神，彻底，绝不保留一点，保留一点就有漏，有漏就不成功，所以不能有一点漏啊。这个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下边呢，我们看这个十二时念佛颂，我们
发给大家两个：早晨要为众生回向，啊，让他离苦得乐；晚上也为众生超度一切这个亡我的众生往生极乐世界。那我们这个心呢，已经变虚空法界了。但是我们要把这个时间也完全纳入佛，纳入到我们的修行的当中。这个是清朝的一个皇甫居士、皇甫释方写的12个时辰呢。他这个文字呢，因为我看了一下子，这个我过去常常念的，感觉念得蛮顺口。这个我们学佛呀，有三般若：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一定要经过文字般若的。大家不要怕麻烦。我们印顺导师曾给我讲过一句话，他说：“离却文字，凡圣永隔；离开了文字，凡夫圣人永远隔开了，没办法。”所以，我们不要这个现在一般人怕文言文，这个不是文言文呢、啊。这个不是文言文，不要怕文言文。你要这文言文注的经典比较好，他那给你有一个很多的思考的空间。用着白话解释呢，说死了就不行了，没有思考的空间。所以还是要练习这个读这个文言文。文言文这一关突破，你在学佛上就有很多很多的方便。尤其我们年轻的这个莲友们呢，不要怕难呢，准备工具书啊、字典呢、词源呢，多准备几个。看不懂马上查呀，马上查，慢慢慢慢就懂了，越来越懂了，你就欢喜了，慢慢慢慢就通得懂了。所以这一点呢，这个我们学佛的人呢，这个文字这个障碍一定要排除。下边看这个十二时念佛颂啊，这个是从寅时开始。寅时是什么时候？4点钟。平淡寅，常是佛客在凌晨，一刻功夫十声号，能超生死出沉沦，稀有法妙难论，往生全以信为因，均能听受无疑惑，便是多生受记人。他说平淡寅这个早晨，就是凌晨的时候，寅时4点钟，常时的佛客都是在早晨，在凌晨，一刻功夫十声号，他是让你十念法，你早上起来念十念，能超生死出沉沦，能够超了这个生死苦海，啊，能够脱离这个六道这种沉沦，稀有法妙难论。这个念佛法门是稀有的法门呐、啊，这个妙啊，圣妙，没有办法讲清楚，不可思议。往生全以信为因，你要想往生嘛，全靠信。啊，信有信，然后就有愿，有愿就有行。均能听受无疑惑，你要能够听了这个不怀疑。便是多生受记人，你就是多生佛给你受记的人，要不然遇不到这个法门，那遇到了后还相信，这是多生受记人呢。其次一个日出卯是6点钟了，朝露一夕人一老，是讲亲友细寻思，眼前多少没荒草。要修行须记早，一寸光阴无价宝，闲时不肯念弥陀，只待临终空懊恼。太阳出来了，这个卯时啊，朝露一夕人一老，早晨的露水呀，很快就干了啊，就像人命一样啊，人命无常，在呼吸间呢、啊，人容易老啊。我们试想把我们的亲戚朋友啊，仔细想一想，这几个人呢、啊，眼前多少没荒草，有很多已经不在了，已经过世了嘛。要修行须记早，你要想修行，赶快趁早啊！一寸光阴无价宝，我们一寸的光阴是无价之宝。我们世间上啊，什么东西花钱都可以买到，光阴买不到。你就买，我向你买一个钟头的光阴，买不到，因此要自己把握。
闲时不肯念弥陀，你有空闲时候，你不肯念阿弥陀佛，这在临终空懊恼。等到临终的时候，糟糕了，阎王爷来了，后悔来不及了。下边日高辰时，这是8点钟。日高辰，太阳出来了，出很高了。人世迁居必择邻。所以我们这个人世间呢，你要是要搬个家，你得选个邻居。莫向人天求福报啊，寿终难免再沉沦。他的意思就是说，人要搬家，一个家庭要搬家，要选邻居。我们这个人呢，生命要结束了，我也要选择去的地点，要选这个好的地点。不要向人天求福报啊，你那个寿终的时候，人天福报啊，等你寿终了，福相完了，还是要沉沦下来。生刀立坐转轮，暂时快活为微真。劝君念佛求西去，永作逍遥自在人。生刀立天，做刀立天的天主、能天主、玉皇大帝啊，做转轮圣王，那是很好啊。转轮圣王，世间第一。刀立天王管世间的这个人世间的善恶，这个是很好呢。但是怎么样，暂时快活不是真实的呀。劝君念佛求西去呀，永作逍遥自在人。劝我们这个是这个作者呀，他是一番婆心呢，说劝你，我劝你呀，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呀，永远做一个逍遥自在的人。玉宗寺，这个时候啊，太阳啊已经到了，登的东这个东南角上去了，10点钟了。时时处处炊烟起，快要做饭的时候啊，处处冒炊烟呢。自餐饱饭自充饥，自己修持了生死，子亦母，母亦子，到底功夫全在己，气舍身心见愿王。10万欲成尽如智，就说要快吃饭呐，处处都起炊烟呐，自己吃饭呐，自己饱啊，自己生死要自己了啊，要怎么了呢？子亦母，母亦子，要像游子啊，怀念那个慈母一样的。你看，古代有一首诗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呀、啊。临行密密的缝啊，犹恐迟迟的归呀、啊。这个儿子要出到远门去了，这妈妈把这衣服缝啊，紧的缝，紧的缝啊，就是怕他回来晚了以后把这衣服穿坏了。临行密密缝，犹恐迟迟归呀、啊。炊烟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谁能够说这寸草的那个小小草的一颗心？那个报得三春太阳那么大的恩德，那个三春晖指着母亲的恩德，这个寸草心指一般的这个子女呀、我们要像慈母忆我们那样子，就是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那个，就讲要众生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必定啊。这个是绝对肯定的，一定见佛，现前当来，就现前没见到，当来一定能见到。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你念佛离佛没远吗？你那么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天天跟阿弥陀佛在一起。去佛不远，不假方便，不要任何方便法门，直接就心开了。心开，就是破无明正法身了。母意子，佛像母亲呐、啊，怀念子女一样的呀、啊。因此怎么样呢？到底的功夫全在己呀。到最后啊，你功夫靠你自己做，你自己不做功夫，阿弥陀佛没有办法把你抱到极乐世界去，还要靠自己念呢。你最低10念都不能念，那还谈什么修行了呢？所以呀、要能够啊，靠自己。我们讲嘛，我们修行就是跟自己在拔河，自己要拔营。跟谁拔河？跟你那个烦恼习气在拔河。
一般人都是有习气呀，天气冷了，早晨就不想起来呀，你总而言之，找个很多的理由来原谅自己，这个不行，不能原谅自己。修行就是要鞭策自己。我们常常讲做一个强人，怎么叫强呢？自胜之为强，战胜你自己，你是强人，不是征服世界是强人，战胜你自己是强人。到底功夫全在己呀。这个功夫在自己呀，气舍身心见愿王，十万欲成尽如智。你真正把你身心放下，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十万亿佛国土近在咫尺，很近，一念就到了。下边是12点了，日南午，佛日当空，目不睹。一条直路少人行，反向长途受辛苦，不贪馋不悔主，念念弥陀常作主。虽然身未出娑婆，其身已在莲花土。这个讲啊，这个12点钟了，太阳在当空，那是最亮的时候。一般就是形容啊，我们这个念佛法门呢，像个太阳那样子啊。光明遍照的，但是一般没有缘的人看不到。一条直路少人行，这念佛法门就是一个直路嘛，你就念阿弥陀佛就好了嘛，没什么弯曲的呀，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那没有了，就这念，很少人走。但是怎么样呢？反向长途受辛苦，非要找一个长途辛苦跋涉的路，他才感觉到这个才好，这就什么呢？这就是没有福报啊，才愿意这样自己自找苦吃啊！不贪馋种，不悔主，悔主什么？是教下讲教的时候啊，就是拿那个这个就是那拂尘呢，那个主是一个动物，它有个尾巴，像马是比马小，那个尾巴呀，把它那个拿下来后可以做拂尘用。咱们你看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清和尚啊，他到进山升座的时候，不是就拿那个拂尘嘛，这样一甩，就是那个，那叫主，不贪馋，不悔主，不说教，哎，也不贪馋，念念弥陀常作主，念念的也叫阿弥陀佛，做得了主宰，任何的境界动摇不了我。虽然身未出娑婆，虽然我这个身体还在娑婆世界，没离开呀。其身已在莲花土，我的神识已经在极乐世界的莲花国土里边了。日迭位，六十二供应真堪位呀、啊！出没阎浮十几遭，多生还不分清位，猛回头敌尘位，人命无常须不讳，死字常讲挂在眉，才叫西方有滋味。太阳偏西了，这个时候叫是2点钟了，日迭位，六十共识，六舌，六个舌是什么？六条毒舌，眼、耳、鼻、舌、身、意，专门造业的，来侵蚀我们这个法身慧命的，在一个房间里头，这六条毒舌，一条毒舌在一个房间就不得了了，六条在一起，就是我们这六根呢。没有办法控制住，专门造恶业的，触摸阎浮是几遭？触摸这个阎浮体呀、啊，数不清啊！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在《梵网经》讲，他老人家到阎浮体来8000次的往返，佛是乘愿再来8000次啊！那我们更不要说了，说众生啊，在这个生死流转当中，生离死别的时候啊，流的眼泪比那个四大海水还要多。你看看吧，这生死有，跟轮回有多久了吧？多生还不分清位呀、啊，在生死打转呢、啊，生死疲劳啊，这样啊，到现在多生以来还搞不清楚清位，清是。它是有2条河，那个清河在甘肃省，那个水是清的；那个渭河呢，在陕西省，水是浑的。他们两个到了陕西省啊，合流了，汇合到一起了。
所以我们才讲啊，这清水就是这个水呀、啊，清的，那个味水水是浑的啊，就是说你清味不分呢、啊，你搞不清楚，不晓得这个是清啊、浊呀、啊、是非呀、啊、青红皂白，搞不清楚，头脑不清楚的意思。猛回头敌陈胃，你赶快勇猛回头啊，把你这个肠胃要洗一洗呀、啊，不要再吃众生肉了啊。人命无常，须不讳呀、啊！你要晓得这人命是无常的呀、啊，你不要避讳呀、啊，不要怕死啊！一般人呢，他这个过生日时候念那个心经，他把那死字不敢念，无老死亦无老死尽，不敢念，不敢念死，怕死。你看这个真是好笑吧？你怕死就不死了吗？所以人命无常，也不要避讳呀、啊。很快就死了嘛，常死字常讲挂在眉，才叫西方有滋味。常把这个死字挂在这个眉头上，感觉到啊，人命无常，很快就死掉了嘛。赶快加油啊，用功啊，才感觉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滋味。普施身，普施啊，4点钟，叹息人身似转轮。此身不像今生度，更像何生度此身？修错过莫因循，极多待脚欲披林，千佛慈悲难救度，尘沙劫数自沉沦。这个时候啊，叹息人身啊，叹息我们得到这个人身啊，像这个转轮一样的，那车轮在转啊，一会儿人身，一会儿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就这样转，那、啊、没完没了的。我们这个身体好容易得到人身了，不像今生度，还等到什么时候去度呢？修错过莫因循呐、啊，不要错过呀，不要错过今天这个人生啊，也不要因循懈怠呀。极多待脚欲披林，很多很多，都是由人身失掉的人身待脚，就是陆地上的兽类动物，披林是水里头的。那个众生，这都是畜生道的众生啊！千佛慈悲难救度，一千佛出世也没办法救度了。尘沙劫数自沉沦，为什么畜生道不容易度？因为他愚痴，你没办法向他说法，没办法。所以这个一得了畜生道以后啊，七佛以来呀、啊，还是个鸽子，还没脱离这个畜生道的身呢、啊。因此啊，我们要把握这个人身。好好的用功啊！日落有，太阳快下山了，反照余光不悠久。看笑是愚人故目前，生死大事君知否？臭钱财闲茶酒，赚得凡夫终日走。波波不暇念弥陀，日月到来空束手。太阳快下山了，这个时候啊，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呐、啊。反光的余光没有好久，虽然夕阳是很美呀、啊，但是马上就没有了。这堪笑愚人只顾眼前，生死大事君知否？生死大事知不知道呢？生从何来，死往何去？不知道。一天到晚忙着钱财，忙着吃茶，忙着喝酒，赚得凡夫终日走。我们终。就是这个，所以一般人讲啊，说是四大，他们讲这个四大，不是我们讲的地支火风四大呀，说九彩财气是四大，他搞不清楚，啊，就是凡夫就是为了这个事情，财色名食睡，赚得凡夫终日走，奔奔波波的，没有时间念佛，日月到来空束手，等了到了我们要生命快结束无常来的时候，好了。这两个手空空的，没有办法面对阎王爷，只有乖乖跟着去了。黄昏序，一盏孤灯明夜时，这个是8点钟，一盏孤灯上张了灯了，把灯屋子照亮了。上床别了袜和鞋，魂梦明明黑如漆，叹人世容易失。要出轮回须念佛，无边罪障一时消，佛光犹如千轮日。
这个我们这个黑夜呀，就像我们死亡一样的。所以人说是睡觉是小死啊，睡觉如先睡觉啥也不知道呢，那就等于我们死了一样啊。死了有时候还知道呢，睡觉啥也不知道呢。所以上床啊，把这个鞋子袜子脱下来上床了以后啊，这一觉睡下去呀、啊。魂梦明明黑如漆，就在梦里头去颠倒了，叹息人生啊，容易失掉了嘛。你要想出轮回，就要念佛。念佛的时候，无边罪障一时消掉了，佛光犹如千轮日，佛光普照，就像那个一千个太阳那样子。人定海，10点钟。富贵功名不常在，枕上黄粱梦未醒，痴情犹自幽千载，料银寻成懈怠，一喜不来穷劫悔，辜负西方老愿望，遥垂金碧真恩如海。10点钟了，这个时候夜里呀、啊，富贵功名不常在呀、啊，枕上黄粱梦未醒，黄粱就是什么那个小米，小米做的饭呢，很快就容易烂了。那个时间是很短的，很短的时间呢。那个梦，这个是有一个典故的，叫黄粱梦。一个人呢，他有仙缘，他想修仙道，他遇见他的师父，他师父说：“你要修仙道啊，你要出家啊，跟我修行。”他说：“我现在还年轻呢，我这功名富贵，我还要想再享受享受。”他师父说：“那很简单。”他们在旅馆遇到的，他师父拿一个枕头给他说：“你这个枕头上你睡一觉，你的这个富贵荣华都享受到了。”他就睡到枕头上睡一觉，睡了一觉以后啊，那个店里头那黄粱那个饭还没熟呢，他梦做完了，富贵荣华享完了。这是一个公案呢、啊，那里头还有很多的曲折的故事，我想这里有人知道啊。他说好了，他师父说怎么样？富贵你的富贵荣华？他说好了，我要出家了。假的，做了一个梦，在梦里的是真的。枕上黄粱梦未醒啊，痴情犹自幽千载，愚痴的这种情执啊，还有这个。千年万世的呀，说是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啊。这个人生没有一个活到100年，很少啊。但是怎么样的呢？常常怀着千岁忧，要想1000年以后的事情。你看最好笑就是那个秦始皇，他当始皇帝，然后20、30万世一系往下传，哪晓得到20就完了。所以人算不如天算，不要算呢，就念阿弥陀佛是最好的。料因循成懈怠，稍微因循就懈怠了，一喜不来，一口气不来，好了，生命结束了。穷劫悔，你穷劫你都后悔来不及了，辜负西方老愿望，西方老愿望是指着阿弥陀佛说的。阿弥陀佛的48愿呢，愿王没有哪一个诸佛赶上阿弥陀佛的48愿的，所以辜负西方老愿王，遥垂金碧恩如海，遥远的垂着那个金碧，等着众生去往生，他来接，就是不去，这个恩像海一样大。夜半子静回向行分彼此，子时啊。12点钟了，静回向行分彼此。这个时候啊，我们冷静地想一想啊，夜静夜深人静，万籁俱静无声的时候，冷静地想一想啊，是清净的，是垢灰的、啊、这个世界呀、啊，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是个什么世界了啊。不是娑婆苦折磨，谁肯灰心厌生死。不是娑婆世界这种苦难折磨你啊，有哪一个人肯死掉了这个妄心来厌离这个生死呢？既厌离要知止，你既然是要厌离这个娑婆世界，你要知道到哪里去，有个目标啊，要知止就知道那个到达那个目标。
那个目标是什么地方呢？黄金地上乐无比，极乐世界黄金为地，那个快乐是没办法比的。眼前烦恼为谁来？我们眼前这些个烦恼是为谁来？是为什么来的呢？下面一句话，都是西方楚装时，都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楚装时，催促你赶快穿衣服啊！要走了，按到极乐世界去。下边2点钟，鸡鸣丑，鸡叫了。这个时候，君欲往生，谁扯走？你要想往生极乐世界，谁障碍你？谁扯你走啊？谁不让你去呀、啊？烦恼场中正好修，在烦恼场里边正好修。念佛怎么样子修呢？念佛需叫心应口。念佛说，心跟口要一致，离是非无可否，离开了是非，不假可否，凡事随缘，我何有？凡事随缘，我不变，对我没影响。但看莲花不露生，你去看莲花不在那个高原陆地上生长的，结根偏在泥中藕。那个结根呢？莲花的根在那泥巴的那个藕里边，所以呢，莲花就是出污泥而不染。我们修净土宗念佛法门，跟莲花一样，从这五浊恶世出来而没有染污。我们昨天讲啊，说我们读诵大乘经典，读诵大乘经典呢，我们要先从《地藏经》开始读，《地藏经》啊，《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世尊临要灭度的时候，到天上去度他妈妈，到了一天，到了会上，然后地藏菩萨去，世尊把所有娑婆世界的众生，在弥勒菩萨没成佛以前，统统交给地藏菩萨，就说地藏，地藏，你要好好照顾这些众生啊，在阿逸陀成佛以前呢，这些菩萨你不要他们到三恶道去呀。世尊再三的交代呀，那个地藏菩萨，我们这里也有读地藏经的，地藏菩萨也向世尊保证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如是三百佛言，三次讲三次，世尊，你老人家不要操心，你放心，你放心，放心，讲三次，所以这部经啊，念了以后啊，能够使我们呢、升起了对佛门升起了信心。这部经好，要从这个经读，多读几遍以后啊，消业障、增福慧呀。你看那个地藏经到最后毕竟成佛。我认识了一位啊年轻的法师，他起烦恼了，起烦恼以后啊，他就发心念1000部地藏经。我现在看他大概还几百部我不知道，但是他人改变了。精神气色都很好啊，心里欢欢喜喜的，那以前那些烦恼都没有了，所以这《地藏经》是很好啊。大家先读《地藏经》，《地藏经》多读，多读啊。然后呢，做净土五经，读《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然后在《普贤行愿品》《大势至圆通章》这样读，然后再读《般若经》。般若经啊，《般若经》是破相的。破相，我们就是破一切，除了阿弥陀佛这个相以外，所有的相都破掉。我只留一尊阿弥陀佛就对了，能够用这个般若来破其他的虚妄的相。但是一开始啊，还是从地藏经下手。念完了经典，我们要发愿回向，要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一个人念也有见闻者呀，因为还有其他的幽冥众生啊，护法龙天都在听啊。你念经的时候，完了回向啊，就是跟这些众生来结缘、结法缘。今天的这个时间呢，本来还想有点资料，我没有时间了，就讲到这里吧。我们希望还有3天的时间呢。大家好好加油念佛，那个是真的。这个带回去以后啊，常常念一念，摆到你的桌子可以，桌子上也可以贴到这个，反正方便的地方，常常看一看。早晨起来
看着平淡吟啊，唱诗佛课，在凌晨一刻功夫失声号，能超生死出沉沦，稀有法妙难伦，往生全以信为因，君能信受无疑合，便是多生受记人。你现在这，哎呀，我是多生佛给我受记的人呢、啊，就很欢喜啊。你到那个时候一看，哦，就是这样子。大家不要怕文字难，印光大师那个念佛偈颂要把它背下来。背下来以后啊，天天背，就很欢喜啊！天天听印光大师在讲开示，学佛就是求得欢喜。你要找到那个欢喜，要走进去，走进去以后啊，你自己如人水冷暖自知，念佛也可以呀、啊！你就念呐、啊，念的欢喜了，这个时候啊，这个法师一撒板，时间到了，你哎呀，你心怎么搞？时间又到了，舍不得不念呐、啊。要到那个境界了以后，好了，那个时候，那你自己就上路了。修行就是要突破那一关。我们在座的莲友们呢、啊，大家都有福报啊，你们的福德、因缘、智慧都殊胜啊，要好好利用我们本有的这个条件，好好利用啊，一定能够成就的，一定能够成就的。希望我们未来这三天当中，大家加油。大家加油，要把心摄住，好好念佛，阿弥陀佛。